请慢。姐姐，这件事情不是交给我了吗？你怎么还来？这毕竟涉及到我们太子府的家事，我过来看看妹妹办得怎么样了。这就是姚青青的供词。这供词上只是说你与府外男人有染，并没有提及这个男人是谁。说吧，他是谁？我只告诉兰溪。姐姐。